迎您收看《头条气象》，我是安又琪。国产疫苗的争议有解了吗？今天生技界传出国产疫苗即将解盲，这个消息是真的吗？不过有不少民众呢已经开始好奇哦，如果国产疫苗真的可以解盲的话，那解盲过后还要花多久的时间，一般的民众才有办法施打得到这样的疫苗呢？好，但是呢，回归现实的问题哦，指挥中心表示呢，现成的就是在六月底之前有200万剂的疫苗呢，渴望如期到货，而且指挥中心的下一个目标呢，是设定在10月份的时候可以让全台湾有高达60%的民众都已经能够打到第一剂的疫苗了。不过当然呢，这个工程非常的浩大，也需要大家共同的这个努力。更何况呢，要到10月份，民众的耐心能不能够等到那个时候？再加上呢，最近疫苗呢已经引爆了口水战啦、政治攻防战，种种的争议呢，都让这些现在很殷切需要这个疫苗赶快进来的这个明星呢，现在是越来越心浮气躁了哦。那再加上呢，这个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哦，在昨天把500万剂的 BNT 疫苗的这个申请文件已经送出去之后呢，现在也传出哦，这个马上呢蠢蠢欲动的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群哦，传出呢这个很多的企业现在都想要自行购买疫苗，甚至还传出要团购的哈。那面对这个民间还有企业界对疫苗的这种殷切的这个需求，那接下来政府到底要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何况呢，疫苗已经不再单纯是生计医疗的问题，它还牵涉了浓浓的这个政治味哦。也因此呢，包括了前台大医院的院长，包括了台大的医师李斌医师，他们都提出严正的警告表示，最近的这个疫苗之乱呢，就是有心人士在背后推动，甚至在国内有人甘愿当敌人的棋子吗？但另外一方面，确实在国内很多民众看到疫情现在这样的状况，大家都希望疫苗能够赶快进来，所以政府呢，如何在这样的氛围底下又能够抵抗中国势力哦的这个介入，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顺利的让这个民众可以这个打到疫苗，让民众安心，更让国家安全呢？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好，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尤其大家好，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益然医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人渣我们作家周伟航，大家好。好，我们还是来关心哦，这几天呢，这个为了疫苗的问题哦，哇，这个真的是引发了口水大战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形容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竟然是看得到人家打疫苗，可是却自己打不到哈。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接种呢？指挥中心呢今天表示呢，六月底前哦，有200万剂的疫苗呢，渴望顺利抵达台湾，到时候呢就来公布整个大规模这个接种计划。现在可能连基层的医疗院所都会加入这个接种的行列哦。但是民党立委高嘉瑜说，他支持国产疫苗，可是呢远水救不了近火啊，所以他认为应该先让国外的疫苗赶快进来，那现在进不来怎么办呢？所以民间呢很多人都想来帮忙啊，包括了这个郭台铭哦，递出了500万剂 BNT 的这个申请书，佛光山也说呢他可以拿到50万剂的这个交生，不过交生今天有最新的这个声明哦，说他们只跟这个国家政府来谈哦，也因此这个就是国际佛光会总会长这个赵瑜所说的，虽然政府这三天释出很大的善意，但买疫苗不是付了钱拿货这么简单，好不容易政府被我们打动了，现在就怕这个举世皆知之后呢太高调会有变数，但看起来这个最大的变数就是交生只跟政府谈哦。好，另外呢包括了慈济也锁定了2大的这个疫苗厂哦，那后续还不得而知。那红十字会呢只是在低调的接洽当中，因为还没有成事哦，所以对外没有说法哦。那部长陈时中呢也解释哦，这个之前呢这个大家都在质疑说为什么一定要中央来签约呢，但部长说坚持原厂授权都是因为看过太多的前客买空卖空哦。而且呢，台湾买疫苗呢，我们常常会碰到变数，当然全部卡在中国的问题上。国台办发言人又来了哦，这个马晓光说呢，台湾有这个民调啊，说90%人都愿意打中国合格的疫苗，有吗？还说呢，未来要积极的协助呢，台湾跟上海复兴这边接洽 BNT 的疫苗哦。但是意大利媒体真相报呢就嗤之以鼻的说呢，台湾之所以买 BNT 失败，幕后藏经人不就是你们中国吗？而且还说北京呢利用经济呢控制了德国政府，并且同时利用台湾蓝绿的立场不同，想要从内部来分裂台湾。不过呢今天这个德国驻台这个办事处也表示哦，说他们这个对疫苗这个出厂他们是完全不干涉的，所以跟德国政府是没有关系的。好，另外呢国产疫苗的部分争议更大哦，到底是不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哦？现在传出呢高端
端疫苗跳过二期直接做三期，受试者虽然超过3000人以上啊，但是呢，因为国外的紧急授权呢，目前至少要做到三期的中间来交中期的报告，所以呢，很多人质疑哦，那这样子的话，国产疫苗安全吗？不过前台大医师林宏则说呢，国外各个厂牌都有到三期临床，但台湾还在二期试验，都还没有解盲，如果没有办法得到国际认证，那打了也是白打，只不过沦为政治安慰剂而已哦。那至于前台大医师林士璧则说，中央根本在糊弄哦，只做到二期可能会漏掉万分之一的副作用啊。好，但是毒理学教授昭明威则认为呢，他说 WHO 最近就在讨论免三期的替代方案呢、啊，那是叫做免疫桥接，就像是受试者的这个打了疫苗之后，他的血清抗体浓度哦，如果有达到像 AZ 疫苗这样的水准，那就可以过关了啊。那欧盟也表态呢，未来将会采用这种新标准，当然这个还在讨论啊，还没有过啦哈，但是是有希望的哦。另外台大医师李秉颖呢，则很愤怒的表示呢，以前一些绝亲文青也在反国光疫苗啊，说厂商唯利是图啊，就跟现在情况一样啊。那质疑国产疫苗，他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认知作战哦，而且背后就是有心人士在策动嘛，就这些人见不得台湾好啊，这个不顾台湾的利益啊，再加上有一些人就是被牵着鼻子走，所以三期试验呢又很花时间，难道都没有看到台湾非常急了吗？所以呢，他也这个急的。这个跳了起来哈，好，问定宇委员了哈，这两天有不少的什么学者专家啦、前官员跳出来说 ，SARS 的时候就已经修法啦，如果没有适合的这个药物等等哦，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药证，政府可以专案这个授权哦，意思就是说何必要政府来这个中央来签约？可是现在是不是整个国际的情况跟那个时候又不太一样？你看像交生今天最新消息，我只跟政府签呐、啊，所以佛光山这50万剂几乎是拿不到了，你怎么看这个状况？面对这个疫情，我觉得第一个大家冷静下来，第二个尽量善意去看待不同的人提出的想法。而且台湾在去年就找这些国际大厂签约要买 ，BNT 也是签约前一天被中共搞砸的、啊。可是我们其他的不管莫德纳、AZ， 我们都要买。所以讲台湾不放国际疫苗进来，为了扶植国内的疫苗，这个其实是错误的。第二个，我听到有些人呼吁说。好啦，不管国，我也很支持国产疫苗啊，那就先开放嘛，开放让国际疫苗进来、一样错嘛。我们什么时候禁止国际疫苗进来了？除了中国制造的疫苗，法律规定不可以以外，国际的疫苗台湾没有禁止，按程序就可以进来，甚至现在可以走快速轨道，帮你快点进来。所以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买国际疫苗的问题，是买了之后供应的问题。那这供应的问题是不是台湾独自面对的？没有，印度自己制造疫苗，可他疫苗也不够。欧盟的疫苗弄到告英国、不是告一次告两次，可能还告三次、也就是说疫苗的供应接不上来，对，连主导全世界工位的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它的 COVAX 平台有一个援助62个经济弱势国家，上个礼拜宣布结束，为什么结束、没有疫苗，对，世界卫生组织调不到疫苗，所以结束了这个 COVAX 平台援助贫穷国家、弱势国家的计划，那时候我们还担心台湾会被影响，还说啊不对，台湾是参加 COVAX 平台用买的。从这里也看到，台湾能够参加 COVAX 平台，其实不容易啊。对，世卫组织对我们是极尽打压之能事。我们可以在去年参加 COVAX 这个购买国际疫苗的平台，个别大厂去接洽，所以政府有没有不买国际疫苗，这个其实是我坦白讲不公平的说法。那现在。供应的量上，我们现在看这两天，这个礼拜如果不管是 AZ 或莫德纳能够大量的进来，达到今天这个指挥中心说的，我们希望在6月到8月，每周完成100万剂，这要靠基层医师大量的帮忙，施打的能量啊，是能量有江河组啊，对，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未来6月中以后，每个礼拜有100万剂，100万剂，100万剂就两班飞机，对，一班飞机50万剂。那这样子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按部就班打上，不要再执着这个假议题互相摧残。民间的也一样，那民间的要买疫苗，我的态度是谢谢你，你愿意去努力。对，那但是不要像张亚中这种糊弄的，因为他演得太不像了。张亚中那个演得太不像了，我连感动都很难，你知道吗？他拿那个东方文化。那个是放在酒店里面一个房间的办公室，太扯了，就那一张纸，而且他有卖生理食盐水，夸张哎，就是那一种，我真的不要再闹了啦，防疫期间不要开玩笑，真心要买的，不管叫佛光山或者叫做红海，
我觉得都谢谢你。但是他们去接洽之后就会知道遇到会有些困难，因为现在紧急授权的这些大疫苗厂，今天那个路透社报道起来看起来他们都有一个共识，我只跟政府，而且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不接洽。韩国有一个地方政府，我印象不知道是大邱还是釜山，自己跑去说买到了，国际要调查你那是不是假的。现在国际诈骗，墨西哥被骗啊，很多，光柯建铭就说有50组前客说，哎，我叫有疫苗，你别买不，好像在买军火一样。所以政府适度的提醒这些单位不要被骗，但政府也要为了健康来把关。第二个命题是，那国产疫苗或你们哈，这要学不这三期的铁狼来这试验品，基本上我不反对做三期啊，但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要先救人命来阻止疫情的流行为主？我们这样想，欧美这样想，世卫大会也是这样想，所以在5月26号，世卫组织找了1400个各国的决策者哦，就是公卫政策的决策者以及专家，然后呢，再找了20家药厂，其中6家已经得到授权，14家新兴最有希望的研究者，包含台湾的疫苗厂，台湾是亚洲5个被邀请之一，也就是全世界20大。这个 COVID-19 疫苗开发的厂商，台湾排在20大里面，里面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到二期。那我做到二期，我不是要罔顾健康，因为现在前面已经有人开始在注射了，那些是做到二期加上第三期的期中报告，那他们产生的抗体用嫁接比对的方式，我只要证明你有效力，那加上你过去一二期的报告够严谨，那我就可以紧急授权让你去生产。原因是什么？正常时候这个不行，现在叫非常时期，全球70亿的人，你要达到一定的覆盖率，现在生产量连 COVAX 援助平台都撑不下去了，不再扩大产能的话，还在执着那个我一定要到哪个阶段，那人命的损失、经济的损失是无可计算，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说好，5月26号。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召开这个会议，是全球1400个公卫决策者的决定。那台湾依循这个决定，第一个，我先救国内的人。我说啊，朱黑伯好啦，人家旅行护照没有你，先救命好不好？旅游的放第二段。那我们如果符合那个标准，人家就会根据这个标准来承认你这个疫苗的效力。那出国是第二阶段的期待。第三阶段，我们还是继续做啊。当我们在施打这疫苗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国内的两家厂商第三期继续去做，虽然第三期需要的那个确诊病例数要更大，所以有关国产疫苗到底有没有效，解双盲之后就知道了，而且安不安全，在第二期的试验就把安全性处理好了，第三阶段第三期处理的是 efficacy， 就是那个效力，而效力透过嫁接比对的方式，而且不是台湾发明的，是全球有共识的，那让国内的疫苗也可以进入到救急的状态，那不用再辩论说你被二期我被三期，其实就是2期跟2.5了，那这个事情把它稳定下来，我们国内自己有供应的能量，而且供应之后还可以持续做到第三期的测试，也符合国际的标准，那国外的采购的单我们陆续可以供应上来，这个才能处理现在疫苗，而地方政府请专心把菜市场跟卖场管好，因为目前集中爆发的在双北，其中台北新北市的足迹73%确诊跟卖场菜市场有关系，地方把它管好，能量不足中央给你支援，疫苗上下民间跟政府一起来努力，然后遇到困难我们就是面对真正的困难，不要再去说对方刁难，也不要说对方在骗人，这样子这个防疫的仗才能打得起来。不过问一下伟航了哈，因为现在指挥中心讲说，在6月底的时候呢，渴望200万剂的疫苗就可以这个如期到货了哈。那这样子的话，再加上那国产疫苗呢，现在等它解双盲，然后到后面如果说解完之后呢，如果真的可以过关，然后到给民众施打，中间当然会有一个落差的这个时间哈。那感觉上好像又好像衔接得上，这个是不是现在就不用那么急了？你怎么看？与其说急啦，这种事情其实是你急也没有用，你太急啊，反而就是所谓的病急乱投医啊，人家就来乱提款啊。那地委委员、执政党委员呐、讲的比较客气啦啊，我是比较不客气啦，我是觉得现在真的国内政治各政治势力，当然
慈善团体 要有这个发心、哦、我们当然都是很鼓励，希望他们都可以拿到货了、嗯啊。但是有很多政治人物就是趁机想要提款嘛，在那边乱打、嗯，这一点是我比较不能接受。我们现在讲这200万剂啊，这个是我们这表定的，当时就已经定，他合约2月走到6月啊，理论上6月底会来。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努力确保这一批货不会因为什么其他的意外被突然搬走。因为现在欧洲他们也非常缺货，大家都在抢啊，不只是 BNT 啦 ，AZ 大家都已经有调货上的困难了啊，就是有供货不足的状况。所以原则上来说，国际上你要说有一批现货，甚至给它放很久放到过期不太可能，有的话赶快就抢，抢大家都打掉了。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确保我们签约的数量如期可以抵达、嗯啊、我相信这个政府啦，还有我们外交人员啦，还有一些啊热心奔走的人士都会极力去促成，这是一块。伟航，你这一块我帮你补数字、嗯、好、嗯，原来200万剂是在6月中要交货、嗯，就是按照合约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嗯哼，那日本大家听到日本有1亿2000万剂嘛，可以转卖。哎，那、欸、不是生和扁扁跌下哦、嗯，那个是扣打。对，所以日本在6月份是不是有现货会支援台湾？这是在200万剂以外要多出来的。哦，那另外我们 COVAX 平台的分配的部分又是另外一块、嗯、所以是都顺利的话，这3块6月份都来。嗯，如果遇到阻挠，或者这个阻挠我不是指中共，而是全是在抢货的状况下，至少那200万剂要到货。日本在6月份是不是有现货会支援台湾？这是在200万剂以外要多出来的。哦，那另外我们 COVAX 平台的分配的部分又是另外一块、嗯、所以是都顺利的话，这3块6月份都来。嗯，如果遇到阻挠，或者这个阻挠我不是指中共，而是全是在抢货的状况下，至少那200万剂要到货。哦，是 OK。好，这个就是电影委员补充，刚刚补充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就是尽可能确认已经。在我们计划我们合约内的一定要到，对，那至于原来的这个国内的这些疫苗、嗯、它本来就不是那么快投入的、嗯、我们那时候是直接算到8月，算到8月都已经客气了啦，当然现在很多传言是什么6月要怎么样怎么样，7月要怎么样怎样，原来规划就是8月、嗯、所以它本身就不是要投入在第一批的。那现在它的其实的问题重点就是其他的地方政府其实他们在配合施打上很重要、嗯、那怎么样去赶快把这个施打的计划拟定好，跟中央也许他会有一个网络上的预约的机制啊，我们接下来可能就等待这个平台推出能够对口对得上啊，大家不要再讲干话，可是柯文哲今天还在讲干话，他说现在只给我20000剂，我干嘛要排200000剂的这个施打计划呢？可是施打计划明明就可以超前部署嘛。啊，柯文哲一天到晚在他记者会上那边吐槽中央，我实在不知道他现在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你到底是要疫苗还是 不要疫苗、嗯、如果今天中央突然一架飞机来了50万剂进来了、嗯、啊，你请问你台北市有地方有施打计划吗？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事情你要做好、嗯、你不要只是把你现在的舞台拿来提款、嗯、哦，这一点其实真的是说不下去，你再怎么提现在就是没有疫苗嘛、嗯、你讲这个没有意义，你去把你该做的事情安排好、嗯、我讲另外一点啊、哦，延伸刚刚延伸过来，当然国产疫苗到底它的这个相关后续2期、3期啊，特别是3期、嗯、要不要做，怎么做啊，该怎么样去做来获得国外的取信，这全部都是科学，嗯，每一个环节都是科学。可是蓝营和白营这一路打到现在，请问他们的支持者还会相信国产疫苗吗？就算接下来国产疫苗2期解盲效果假如是好的，这些政党的支持者会相信这个国产疫苗的结果吗？是不是这一个科学结果都已经被染上色彩？这就是现在的一大问题嘛。将来如果有做3期、3期结果也非常好的话，假设非常好的话，那他们还会接纳国产疫苗吗？会不会继续在那边批评呢？继续在那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呢？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你去做质疑，你在政治上提出一些质疑，你可以用客观的态度，而不是直接把它贴上，哎，这个疫苗就是什么绿色的疫苗，这样贴下去，这样去打，造成现在有一些民调出来，有过半以上的百姓其实他就变得不愿意去打国产疫苗。可是如果届时，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全世界抢疫苗的状况，造成我们八月以后可能会有一段时期撑场面的是国产疫苗，如果出现这样子的状况，这当然就是我们最不乐意见到，但是国产疫苗都是我们最后的战略储备嘛。嗯哼，好，那那时候在配打国产疫苗的时候，那蓝营或白营的会去鼓励他的支持者去施打吗？
还是继续跟他是自认了说啊，我们继续等，继续等待，等待那一批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疫苗。嗯，所以我觉得问政可以本于科学，这一点固然没错，但是你不要去刻意的，一方面讲科学，又把科学带入政治意识形态，造成你的支持者就直接把这个东西贴标签，这好像是不安全的，或者这好像是代表某一个政党，我不要去打啦。我觉得这种政治操作都太过头了啊！那至于现在就是这些慈善团体啊，那他们可能想要去拿到这些疫苗，我必须要讲啊，真的，上个礼拜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这个礼拜大家慢慢才爆出来，就是前客真的很多了，每个人都说我传说中有一批疫苗啦。啊，你跟我这个谁谁的朋友接个头，他给你一张什么证明？最夸张就是张亚中拿那一张纸，他还居然敢把它放在他自己的粉专，我也是很佩服啊。你今天台大政治系如果有高中生申请你台大政治系的推甄，他给你这一张纸，你会收啊？真的？台大政治系会这样一张纸就收这个学生吗？开什么玩笑？瞎哎！啊，都已经做到大学教授了，你送审，你教资格送审会拿一张烂纸吗？不可能啊！所以。大家现在不要因为民众很急，就想要去利用这种心态政治提款，我觉得这真的非常要不得的事情。随着时间，到底有没有疫苗？什么疫苗好？什么疫苗坏？啊，这个时间科学会慢慢告诉我们真相。所以，请所有政治人物注意，你不要急于现在提款，不要急于现在去抢声量，把你自己该做的、应该做的、好好做的。啊，就把它好好一一到位做好。如果要超前部署，就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嗯哼，不过还是请教一下医师啦哈，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国产疫苗的这个争议有什么二期、三期啦哈，大家都怀疑说，那你现在你跳过二期，你二期甚至跟三期合并的话，这样出来的这个安全吗？可是呢，这个毒理学教授张明威他是有讲说 ，WHO 最近是在讨论免三期的替代方案啊。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免疫桥接哈，这个现在欧盟也表态说，如果说 WHO 最近如果可以过同意的话哈，他们也愿意采用这样的一个新标准了哈。所以你怎么看国产疫苗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争议哈？这个双方说的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是蛮两极化的了哈。那医生你怎么看国产疫苗这个部分的争议啊？其实国产疫苗确实是没有三期是没有错的，不过它是超前部署的二期的，就是说它的二期呢，它收纳的人数呢是已经上千三四千哦，其实这个差不多接近四千里面，大概有500个是大概是安慰剂的，那其他人是真正打疫苗的，那当然呢，如果今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去等，大家都可以等个十年都没有问题的。过去一个疫苗要研发到上市，少说也要十年了。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是很严谨的东西，严谨到说我不可以出一条人命，因为出一条人命赔偿常常就是千万亿这样，因为在美国是用美金算的哦。所以大家很谨慎。可是现在这种疫情这么厉害的时候。谁有时间去等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过去的经验，我们去评估说啊，这样的这样一期二期，这样是不是已经达到已经足够有过的证据，去可以做施打的动作？这个是有时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你疫情那么严重，你还值得等吗？啊，再说了，这个国产疫苗还是要发展的，我们绝对不可以去求，一直要有求于人。这个就像。毒气来了，你说我还要再去跟外国买防毒面具吗？不可能，我自己要自备防毒面具，我才能免疫毒气的攻击啊。要不然我如果要买，人家不卖给你，你怎么办？再说，我大家都在讲说这个新冠肺炎会流感化啊，确实也是流感化。你说这个新冠肺炎会这样就很奇怪就这样消失吗？不会。它绝对会跟人类共存，不晓得多久多久多久。其实人类可以消灭掉的病毒不多了，唯一只有一个大概天花病毒不在了，其他的病毒都还在，都还存在了。对，所以我们不可能小看，我们还是要这种东西，就像我们要类似我们国防也要自主一样，对，我们这个疫苗也要有自主，我们怎么可以随便都要有求于人？不可能的事情呢、不过医生，我追问一下哈，因为其实最近哈又有医生提出一些质疑，就是说。
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国产疫苗它在前期实验的时候，台湾确实没有什么疫情啦，所以他们就质疑说，那你现在样本数如果又不够多的话，那这样子够不够精准？有人是在这方面的质疑。当然，到了这个二期并三期的时候，大概有3700人在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实验。那这个做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其实这个也是外界比较担忧的地方了哈。那但是如果说能够最后拿到的这个不管是什么 WHO 通过的这个什么免疫条件的话，那应该就不用担心了吧？其实所谓的免疫条件，就是我们不用去一直要就做到三期去比较说啊，这个要不要跟以前的疫苗一样做一样的同样的实验，一期到二期到三期这样去做。嗯，他的意思是说，我如果今天我做出来的，免疫效果很好，嗯，抗体可以很高，甚至在实验室也可以中和病毒。嗯哼，那是不是可以免于去做那些二期、三期的实验？哦，是这样子的。嗯哼，甚至有些是说，种族不同，会不会你在美国可以打了？我在我们种族不同啊，你高加索人有效的，我们是不是东亚人这些是不是就有效果？也不一定啊，是不是要再重新再做一次？所以类似这种状况，就是要做一个评估啊。有些东西就跳过这个河沟，就直接去过这个桥，就过去就可以直接去执行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嘛。嗯哼。Okay,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我们疫苗来讲，我们大概国产疫苗是所谓蛋白质基因重组蛋白质疫苗了。辉瑞那个是 mRNA 疫苗，还有一个 AG 就是腺病毒疫苗嘛。对。啊，这个 mRNA 疫苗，这个是最新的技术哦。哦吼。这个技术可能是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技术哦。哦。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啊，这个疫苗呢，确实这种技术呢，也是被专利了，你不可以用了。OK。它是专利的。AG 疫苗是 DNA 疫苗，所以这个也是算不错的疫苗了。那英国打了最多，也是打了很多很多的，几千万、上亿剂都有了。对。那我们台湾呢？蛋白质疫苗，这是最传统的疫苗，类似流感疫苗。但是这个也是最安全的疫苗。是最安全的疫苗，但是效果来讲，你就是要看那抗体产生的程度。如果那抗体产生很好，那我觉得就是很好了。那中国的疫苗就是魅活的疫苗，你常看科兴疫苗。这个是最。低阶层技术所承认，把一个整个病毒杀死了，然后打到人体里，这个是很早期，我们人类是这样在做。嗯哼。后来呢，没有人再这样在做了。OK。就像我们流感疫苗，也没有人再把整个流感杀死又打到你身体去。我们是把流感疫苗整个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碎片，拿那个东西来做疫苗，而不是整个流感疫苗拿去做疫苗。不要说流感疫苗，连现在什么五合一、三合一那个什么什么白喉破伤、百日咳疫苗，也都是取这种方式去做疫苗。现在没有人把整个细菌或整个病毒杀死的打到人体去做疫苗了。这个是很落伍的一个科技的方式，所以为什么效果不好就是这样。OK。当然它制作很快，杀死了就可以就做疫苗，当然效果很快。但是我觉得效果不是那么好了。那这个疫苗呢，那个说实在。效果最好的当然还是我们讲 Moderna 还是排名第一的了，第一名，因为它抗体的产生浓度最高。你看这个是这个康复者的血清浓度大概在这里，那 Moderna 呢，它可以再更高，但是我不要，这个是讲说平均，这个是一种统计，不是每个人都是走这个路线，有些人他可能打 AG 疫苗，他抗体浓度也会很高，但有些人可能比较低。所以这是一种平均值，而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说打 A 疫苗一定是输给 Moderna， 有些人可能打 A 疫苗比打 Moderna 疫苗好，也有可能。只是平均起来 ，Moderna 辉瑞的或者是那个美国的诺瓦克疫苗，美国诺瓦克疫苗也是我们的蛋白质疫苗同种类的哦，也是蛋白质重组疫苗，它效果也很好啊。所以不是蛋白质疫苗效果就比较差，不是哦。你看诺瓦克疫苗的抗体浓度产生比辉瑞还好，美国诺瓦克疫苗也是我们的蛋白质疫苗同种类的哦，也是蛋白质重组疫苗，它效果也很好啊，所以不是蛋白质疫苗效果就比较差，不是哦。你看诺瓦克疫苗的抗体浓度产生比辉瑞还好，所以看你公司怎么样去用什么方式去制造出疫苗，有时候还要再考虑加上佐剂的，加上什么东西，所以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独门的技术啊。这个技术有时候就形成它的专利，你也不可以随便去给它用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对我们的第一个，当然我希望大家对国产有信心啊。第二个，疫情当头，我觉得不要去选择说你要打什么疫苗的啦。你看这些医护人员，每一个人有疫苗 A G 疫苗都去打了，你还要去选什么？我要等什么呀？如果你不是医区，你有时间去等。如果你现在已经社区流行了，你还要去等，那么你等起来，
你治离病的机会已经大于疫苗产生副作用的机会了，你不要去等了，要聪明的就不要等了。不过问一下这个博雅了，我觉得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现阶段因为你要等这个国产疫苗解盲嘛，后续的这个效果了，那所以呢，这个最现成的当然就是这个部长陈时中说的了，六月底前那200万剂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抵达台湾，那大家都蛮期待的，而且他给了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说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他希望有60%的这个台湾人都已经施打过第一剂的这个疫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工程啊，那你怎么看给出来的这个目标，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达成。那现在看起来包括民间想要去这个要疫苗的东西，刚才照大家的说法，似乎没有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去谈成的哦。那你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所以这些民间团体是不是就可以停下来了呢？然后另外呢，对于这个台大医师李斌颖来讲，就是说他认为说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疫苗的那种争议啦，当然他还有这个前台大医院的这个院长也都在讲说，他们认为背后是有心人士在策动，可是。对比民众的这个焦虑，确实这个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啦，你怎么看这个状况？这个刚才听到伟航老师讲那一段，其实我心里面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我最近在基层观察到是说，大家真的都非常焦虑到有一点失去理智的。所谓的失去理智就是说，一直看着很多的新闻，很多网络上面相关的讯息之后呢，就一直在一些假议题里面打转，去浪费掉宝贵的时间，没有关注到真的议题。什么是假议题呢？我自己认为政府挡疫苗，就是一个假议题。为什么这么讲？现在首先，先给大家看看一个世界上的现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各大厂牌的疫苗其实才刚开始广泛施打而已，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广泛有多广泛了，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打得到疫苗，唯有台湾打不到，不对，因为你看这些我大家整理出来的，包括联合国，包括 COVAX， 都是缺货，台湾跟 COVAX 订的到目前为止货也没有完全到，那为什么？因为制造的能量远远赶不上需求。我算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全世界人口现在有78亿，那假设其中的成年人如果有50亿人需要打疫苗的话，就要50亿剂哦。如果要每一个人都打2针，要100亿剂。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国的所谓的疫苗生产呢，是完全不够的。像大家注意到这边有一条新闻，德国疫苗短缺 ，BNT 交货计划延后啊。BNT 就是德国自己的国产疫苗哦，都短缺。连德国总理梅克尔他打的疫苗都不是 BNT， 他是打 AZ 的。然后呢，你后面再来看看说印度现在呢疫情大爆发当中，所以呢他也缺疫苗。印度自己有没有国产疫苗？有，但是还是缺。然后连欧盟第三波疫情爆发，因为抢不到疫苗，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应该这个中文媒体都不会报道这些啦。今年3月份跟4月份的时候，欧盟分别告了 AZ 2次。为什么他告他？他说我欧盟跟你下单 AZ， 你都没有出货给我，所以我要告你。就是这样子。世界上的疫苗其实就是这么的缺，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行诉哦，一些政客他想要提款哦，他想要提高自己的支持度的时候，他去塑造一个假象给人民说。有很多疫苗在国外，好像讲的好像都在飞机上了，都是因为陈时中、苏贞昌、蔡英文不点头，所以那些疫苗没办法飞过来。这件事情完全就是你在塑造一个假象给人民，让人民有错误的期待嘛。那我们看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的难过啊！你为什么要给人民一个这么高但是却错误的期待，然后让大家内心恐惧之后呢，对指挥中心产生这么多的怀疑，这么多的阴谋论，以至于没办法好好的配合整个防疫的政策。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好像朝野，尤其是很多在野政党都在骂说政府挡疫苗，可是他们忽略了我们打疫苗的速度其实不够快的。高雄拿了20000剂，3天打完。双北拿不到20000剂，可是呢打的速度比高雄还慢。这中间有没有问题？显然就大有需要改善的问题嘛。像以我一个基层民代来讲，我现在每天手机里最多的讯息是什么？很多第一线的医师人员传讯息来问我说，请问议员，我在台北市执业，我要去哪里打疫苗？他不知道。因为我们疫苗中央配发到各地方之后，是由地方政府去负责通知你造册里面的人，你什么时候要来打。那以我了解到台北市的状况，就是说他是通知的时候，他是好像一个很大的网子撒出去说你们通通来，所以大家前几天你们看到说
在一个疫苗施打站的外面好像贪食蛇一样围了人龙一圈一圈、嗯、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时间接到通知，同时去，结果变成群聚了。然后有一些呢完全没有接到通知，就是你要等到你好像明后两天就要打到的时候你才会被通知到，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打、啊。台北市的状况就是说，他是通知的时候，他是好像一个很大的网子撒出去说你们通通来，所以大家前几天你们看到说，在一个疫苗施打站的外面好像贪食蛇一样围了人龙一圈一圈、嗯、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时间接到通知，同时去，结果变成群聚了。然后有一些呢完全没有接到通知，就是你要等到你好像明后两天就要打到的时候你才会被通知到，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打、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今天指挥中心有做出个因应嘛，就说哦，唐凤弄了一个健保快易通啊，那也很推荐大家去下载这个 APP 啊，我自己也有下载。今年六月如果顺利到六月底之前200万剂进来的话，就是要透过健保快易通跟超商和药局，就跟买口罩一样去预约嘛。嗯哼。那你在预约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最值得关注，我就是指挥中心现在喊说一个礼拜要打100万剂。那这件事情，地方政府到底有没有办法配合执行的出来？因为指挥中心不可能派人去全国帮忙打，没有那么多人力，一定要每个县市的卫生局出面来主持。可是如果每个县市的卫生局主持的不好的话，对不起，恕我直言，200万进来，但是如果你一天全国只能打10万，甚至10万不到的时候，那你那200万进来，人民还是眼睁睁的看着存货在那里，他打不到。我坦白说，我当然觉得中央很努力哈，可是呢，中央政府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要改善的，就是现在的纾困方案还是太复杂。嗯，它分了很多不同行业嘛。嗯啊，如果你是这个没有一定雇主的啦，如果你是计程车司机，你是游览车的、啊，你是旅游，你是什么？嗯，可是我觉得这一套它基本上的原型哈是去年那一套，嗯，放在现在完全不够用，因为我必须要说，以现在的三级警戒来讲，百工百业全面受到冲击。过去你说观光业受到冲击，对，哦，计程车受冲击，对，然后有一些文化艺术表演的，因为不能表演了嘛，受到冲击，对。可是现在早已经不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昨天桃园宣布美容美发停业，但是台北没有停业哦。啊，台北没有停业的时候，业绩就很好吗？不对，因为大家不敢去了嘛。所以你店开在那边，你房租要照付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客人。那更不用说所有做吃的卖吃的，你说啊，现在有外送什么？但其实那个都只是一部分。对，做吃的、做服务业的、做所有的卖衣服，甚至卖衣服的。哦，你在这个摆摊卖水果的等等的，你的所有业绩全部都在下滑。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有很多他平常自己是接 case 的。那他是接案的工作者，他没有从属于什么工会的时候，他现在案子也没有进来。那你那个时候，现在如果你又在分门别类的话，你会造成一件事情。需要的人他申请不到。申请得到的人呢，他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档案、上传档案、去排队，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医化做得不好，你能想象到时候区公所又出现一大堆、啊、比较很困苦的人民，他不懂得怎么样用网络的，还拿着文件跑去区公所跟你群聚。那这个出现的话，绝对是灾难。而且这种需要纾困的才是这一种哎、欸。对、而且这个灾难是两个方面的啦、一个是在防疫方面，如果出现群聚不得了。第二方面是什么？今天政府他面对一个信心危机嘛，现在疫情包括也好，之前的水情、之前的用电的问题累加下来，发生信心危机的时候呢，政府他很需要做一个处理，是让人民对政府恢复信心。那你今天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去办了纾困之后，如果你造成的是说人民对政府更没信心，那你花钱没有解决掉这件事情啊。我讲一个例子，今天有一个团体在拜托说，希望政府可以推出针对租屋族的补贴，因为很多人失去收入嘛，下个月房租付不出来，要不要帮租屋族？当然要啊。可是我如果政府他说好，我针对租屋补助再有一项，有没有用？告诉你没用，
因为九成以上的房东都不会准你去申请这个东西，看不到吃不到嘛。哦，房东要逃漏税啊，然后所以说他绝对不可能让你去通报政府说，哎，我这里有租一间房子啊。嗯哼，所以你这个东西出来，大家看不到吃不到，请问你民怨会更大还是更小？一定更大。嗯哼。不过呢，就从昨天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哦，这个把500万剂的 BNT 的这个疫苗的申请文件送出去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哇，据说呢，这个科学园区里面哦，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振奋哦，甚至我们的护国神山区呢，有很多企业都蠢蠢欲动。大家都想自己买疫苗，还传出这个要团购的消息了。也问一下敏宽了，今天关于疫苗这个讯息，其实也反映在不同的股价上面哦。当然，现在哦，佛经说一则天堂，一则地狱。我们现在看看现在发生什么事。今天英国举国欢腾。那为什么英国举国欢腾呢？过去12个月以来，英国单单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超过12万人，最高的时候一天死亡人数超过1000。结果你知道到昨天哦，昨天新冠肺炎英国全英国死1个人，全英国都在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今天能不能够出现零？你猜出现了没有？出现了没？出现了，真的是零。英国他们真的是全国欢呼，过去12个月以来每天都有人因为新冠肺炎回到天家，今天英国正式归零。哇！但是我讲这则讯息，我今天高兴不起来，其实我心中一直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这次新冠肺炎已经烧到了安养中心。安养中心很多的老人家年纪大，他又有很多的疾病。我们最近听到很多很难过的故事，我听得真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最近安养中心当中有一个案件，因为妈妈突然间得到新冠肺炎，送到医院去之后很快的就回到天家。你知道他的儿子隔着3层的丝带，用远端的距离跪在地上跟他妈妈磕3个头，然后要24小时之内来做整个火化。我听到了真的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们连续5天数字下降，但是今天数字又爆了出来。现在如果没有疫苗，再跟各位说一次，如果没有疫苗，我们恢复到正常的生活遥遥无期。这是前2天在台北市很多人跑到银行去之后吓一跳。为什么呢？银行行员大家以为他去到台积电，各位，这个是银行，他不是台积电。但是这间银行因为他们有2位同仁得到新冠肺炎，所以他们是加强防疫，全部的人都穿着隔离衣，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来服务客户。但今天柯文哲讲的这句话很重要。柯文哲今天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到底要不要选择一个最低成本的方式来对付这场疫情？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现在到底要不要长痛不如短痛，直接封城，封14天。但又其你知道吗？我们如果封城的话，一天全台湾会少800亿。各位，你没听错，就是800亿。如果我们全台湾封起来，一天就是少800亿。那我们目前做3级管制，三级管制目前一天少大概80亿到100亿。但很多人已经撑不住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美容美发业撑得住吗？没办法。很多那些做女生做媒体的，有近距离的一个接触的，已经长久都没有收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今天台湾开出了所谓的非制造经理人数字。非制造经理人数字，过去我们台湾的经济，各位还记得吗？过去我们是那么的骄傲，因为我们的疫情控制得好。我们在过去，各位，2020年我们几乎是全世界经济成长率第一名。对。但5月份数字往下急降，非制造经理人指数重挫10.9，来到49.2，低于50已经不及格。但更恐怖的，住宿餐饮急动到15%，也就是说，过去能做100万生意，现在一个月只能够做12.5万，日子要怎么过啊？真的。但各位，最恐怖的是什么？最恐怖的叫前期指标。什么叫前期指标呢？我今天不好，但是我知道我未来会好，我还有信心，我还能够撑。目前3个月活动跟新增订单，各位注意，归零。归零了。没有人敢动，因为大家都在观望。那为什么大家都在观望呢？观望到底疫苗什么时候能够来？所以现在很多的首长伤透脑筋，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波疫情沿路一直烧，很多的人日子过不下去。对，我最近坐计程车，那个计程车司机说：“邱先生，他认得我，他说你是我这4个小时来第一个客人。
好惨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现在唯一能够解决的，各位，唯一能够解决的，目前根据法国、美国、以色列，还有刚刚跟各位谈论到英国的案子，恢复经济就只能够打疫苗。那目前其实今天陈时中部长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第一个目标先做两成。那为什么呢？一步一步的做，我们真的希望疫苗要赶快打下去，那月底能够到200万，希望就能够真的来，到时候看要怎么分布，再来怎么分布。但现在很多人急了，为什么急了呢？鸿海，佛光山，今天慈济也说了，慈济说如果真的有疫苗，我们也要去买，园区工会他们全部都要出手来买新冠疫苗。那为什么出手要买呢？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啊，一直等下去再等不是办法。那现在呢，就产生了非常多所谓的排挤效应。什么叫排挤效应呢？大家都不能出门，对，怎么办？通通宅配，对，宅配，通通宅配。所以目前黑猫宅配通那些低温宅配配的下下叫，结果呢生意太好了，送不完，送不完怎么办？完全送不完，那送不完怎么办呢？对啊，停收，停收了。他们就说没办法收，为什么呢？案件太多了，没有办法收。结果他们一说停收，果农哭了。真的哭了，为什么呢？最近在收愈合包，对，那愈合包呢非常的娇贵。之前已经葡萄的问题哦，葡萄我最近还特别去买来送给别人哦，对，然后为了葡萄的问题，一个葡萄家族让葡萄滞销，现在的愈合包，今年的愈合包非常珍贵，为什么呢？今年没水啊，对，愈合包好不容易生长长成的，现在要开始做收获了，对不对？对，但是愈合包在正常常温之下放三天还有命啊，真的就变黑了，坏掉了，不好看了，卖相不好了。所以当黑猫跟宅配通他们说我们不做低温的时候，真的是果农急到都哭了，你知道吗？对，所以再跟各位说一次，这一次是真的海啸，真的海啸，我们真的要全岛一命，我们要真的把它撑过去啊。对，那我们说很多五星级饭店最近也辛苦，真的，但是我看到这件事，我真的是心中非常的感动。这个是台北市非常出名的一家五星级饭店，叫华国饭店。华国饭店最近向云林二轮农会总共订了420箱的菜哦，就由大卡车直接再来。再来之后呢，地瓜叶啦、大陆妹啦、小白菜啦，几十种哦，就卸下来。因为现在很多的菜在南部，小朋友没去上课啊，对，所以很多的那些所谓的团膳根本都没有开啊，所以很多的菜，果农的菜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五星级饭店，大家一起来做。同岛一命，但是也是世界奇观，都市奇观。五星级饭店过去都是非常高，因为这家饭店的日本料理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外面各位看，全部都是菜，全部都是菜。对，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说这里什么最重要？一句老话，人家英国过去很辛苦，英国今天死亡人数正式归零，举国欢腾。可是我们台湾这把火还在烧，这把火还在烧。我在很多台我都说过同样的话，我说这一波我最难过的是，这一波最辛苦的是那些我们最珍贵的老人家们，因为他们的年纪比较大，抵抗力比较弱，病毒来的又急又快，所以这一波的疫苗问题一定要快速解决。所以说啊，除了疫苗还没来之外呢，现在很多事情千头万绪，但是呢已经在大打口水战了。我们来看这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哦。当然在国产疫苗争议的这个部分哦，高端呢连续三天吞了三根跌停板哦，然后呢这个有媒体报道哦，这个时候八大公股竟然悄悄买超吗？好，媒体报道的内容是呢，高端的这个股价呢吞了第三根跌停之后呢，市值在三天内也蒸发了超过200亿哦。那八大公股呢在6月1号的时候却买超了6755万呢，而且还爆出有神秘买家在5月27号、28号之后呢，这两天疯狂的买进了1000多张的高端的这个股票，预估要砸多少钱？总共要砸超过4亿元来进场哦，这当然不会是小咖了哈。但是呢，好，今天这个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其实事实上呢，我们回顾昨天蔡总统还特别强调。他说呢，相关的政务人员绝对没有炒股的问题，如果有人具体指控，欢迎提出证据，一定依法严查。但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说，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的时候，也没看蔡总统来开记者会，结果高端疫苗股票一跌停，蔡总统就出来了。然后呢，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则说，他认为蔡总统呢不至于这么 low， 也就是说蔡总统不会去买这股票，但是他质疑为什么短短两年高端的市值可以从350亿狂增到现在的800多亿，有没有恶意炒作坑杀无辜股民呢？有没有官商媒体勾结炒股呢？请问蔡总统查不查呢？那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说呢，政府阻挡了各界买疫苗就是要护住高端股价，有查借人头的炒股吗？但是民进党立委郑运鹏怎么解释呢？
他说，如果国民党认为这是在炒股，那国民党去年大力要求扶植国产疫苗，那是在做多股票嘛？那现在算不算是在做空呢？好，另外呢，我们就来看哈，当台湾心急如焚找疫苗的时候呢，民间想帮忙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哦。但是呢，新北市长侯友宜说，卡紧的啦，人命呢，不要再刁难这些热心团体了。然后呢，府方说没有刁难，但是呢，侯友宜又说，有没有刁难人民心里的感受最清楚啦。好，另外呢，连这个艺人张小燕呢，都卷入了风波当中哦。张小燕也说，不要再刁难，救苦救命，每个人都是你我的亲人，台湾人的命也是命啊哦。但这个时候呢，驻德代表谢志伟呢，马上呢就这个反击哦，说你是在给政府制造压力，还是在为台湾制造仇恨呢？好，但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怎么说？他说，蔡总统当年曾经强调要先向国际采购，那么今年请问你跟谁站在一起？你如果还没有背叛过去的自己，你就应该立刻撤换德国代表。但是呢，台大医院的前院长李元德呢就非常愤怒地说，先进国家疫苗都是由国家执行分配，而不是台湾。那现在台湾商人呢，宗教投资政客或者是落难的政党出面申请跟责难政府，这根本就是特别在摇旗呐喊，要充当敌人的棋子啊！哈，好，问一下这个定语了哈，你怎么看这个双方的说法？柯文哲那个讲法，我真的觉得很遗憾，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政治跟纷扰，甚至一大堆谎言，嗯，对防疫没有帮助。一旦防疫没有帮助，受害的人绝对没有党派之分呐、啊，就是人会受害嘛。比方说江启臣说，哎，你以前主张国际先采买，你现在跟谁站在一起？你要影射什么？嗯，我们去年政府就已经跟不管是莫德纳，不管是相关的厂商，去年不止签约，还付了定金。嗯，难道不是先跟国际买吗？嗯，那再来就是说，刚才博雅提到明天的纾困哈，嗯，我现在纾困办法其实明天才要公布。嗯，那现在就跑出很多很多的版本。嗯，我今天我刚开完中常会，也问了行政院，其实现在有一些讯息出来。不见得正确。嗯，这个纾困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去年可能有两种人，我们直接要帮助他。一种就是因为疫情起来，他真的遇到困难。对。另外一种是原来他生活就困难的低收入户，那雪上加霜。今年的不一样是，你就算不是属于经济弱势者，你可能在这个当下都很难过了。像靠店面做生意的，我有家店面啊。我在敦化北路租一家店面，你不能绝对不是低收入户，或者在台南租了一家餐厅，在某一条路上开了一家火锅店，现在都禁止进去饮食，他又没有搭配这些外送的，他会遇到经营的困难，连薪水发出来都困难。对，这种困境的人，就我了解，以前营业额降低是补助薪资40%，这一次要拉高到60%，所以我希望行政院要听到民众，包含这个博雅刚才讲的声音，就是说这一次帮助的对象，你看他光鲜亮丽，你看他日子好像不错过，但是面对三级的因应措施，他会有短期间过不下去的一个困难，这个要做。那至于原来的啊，计程车司机啦、大众运输本来就困难的，当然要继续照顾，这是有关纾困。那再来讲说有关疫苗现在的问题哈，我觉得疫苗赶快到位，才能稳定人心。我认为。这一种用政治来决定对疫苗的态度，疫苗不会因为这样子变得好或变得不好，可是国内在防疫这件事情上变成很大的分歧，就产生了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中国可以操弄的地方，让你国内越乱，他现在就对国际讲说，我的疫苗哈已经有了，台湾有很多人等着我们送过去，这一种颠倒是非，明明他在挡国际援助，全世界中国会用会挡人道救援，921挡俄罗斯的飞机来台湾，现在疫苗挡日本的，之前挡这个 BNT 签约，这样子的国家不会让人家喜欢，不会让人家尊重，你不要讲想要统一台湾的啦，连跟你做朋友我都觉得很畏缩了，所以这个他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利用国内这个纷扰，所以我觉得回到基本的真实面，原来鼓励的态度对，我们就继续鼓励。解双盲无效就无效，有效就有效。跟国际能嫁接，我们国内疫苗就建构起来。跟国际买到了，货还没送来就说货还没送来，不要说国内在刁难。至于有一些被舆论带着跑，说啊，拜托你啦，我跪下来好不好？你不要再刁难我们买国际疫苗了。你真的是被误导。那我们体谅他的心，但他不是恶意的。不过问一下这个博雅了哈，其实哈，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说。这个国台办其实变聪明了哦，而且呢，他居然提民调，哎，共产党懂什么民调啊？可是他说呢，
我们知道哈，这个台湾国内的这个民调呢，大概有这个很多人哈，大概有八成呢，大概都是想要打这个中国疫苗哈，只要是疫苗都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帮台湾去跟上海复星谈 BNT 哈。你看这样的一个话术啊，那今天呢，这个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么多人哈，蓝营一个一个跳出来在质疑国产疫苗的同时，台大医院前院长李元德生气了，他认为呢，国内就是有一些人在摇旗呐喊，去充当敌人的这个旗子哈。你怎么看？是不是很多的这个迹象都显示了这个院长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我觉得监督政府要有一个原则，叫做实事求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如果说政府有什么地方做不好的，你就拿出证据来，然后把它骂爆，我想全民都会支持。但是现在有一些情况真的是已经超越了实事求是，已经变成没有证据的阴谋论了嘛。好像刚刚讲的说，哎呀，我今天看到很多这个泛蓝的群组啊在转传啊，甚至说一些这个平面媒体、一些报纸哦，都写说啊，八大关谷行库去买了高端多少钱？那其实这就是完全反制啊！我必须要讲，这非常反制。为什么？因为稍微你只要对于经济、对于股市有一点点了解，你就知道八大行库买卖的统计里面是包括到所有在里面开户的散户。你在里面，比如说我在这个合库开了一个户头，好了，假如我有买一张，他就会记合库加一嘛。那你今天？新闻媒一般人民误解就算了，人民不懂啊。新闻媒体，你又是做工商的媒体耶，你懂哎。结果你就写个标题啊，八大行库啊买进高端这种，你想要制造什么？你想要制造什么？那所以我完全可以体会为什么台大医院这个李元德前院长，他发出了这个非常沉痛的呼吁，因为现在所有的医学专业已经完全被阴谋论所掩盖了。大家在讨论高端疫苗什么时候紧急授权，是二期解盲之后立刻紧急授权，还是等三期期中报告出来再紧急授权？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啊。对，这两种选项应该由科学专家来讨论出一个答案嘛。结果现在呢，所有很多媒体、很多政客在扯什么？哎呀，你是炒股啦，你是阴谋论啦，你是这个东西啊。然后呢，不管是涨也骂，跌也骂，反正通通都是炒股。请问这样对我们的防疫有任何帮助吗？对，那以这个国民党来讲好了，以国民党来说的话，其实如果你去看今年初到今年四月为止，国民党在立法院开过多少次记者会，还有国民党的立委做过多少次质询，说 AZ 不好 ，AZ 买太多，尤其是国民党的总召费鸿泰，他质询苏贞昌的时候，他就说啦 ，AZ 疫苗买太多了，他认宁缺毋滥。宁缺毋滥这四个字都在这个国民党立委讲过的时候，你现在反过来，你有没有为你过去的态度，做一个调整？我不用，你就算不用道歉也好，你要为你的过去的态度做个调整嘛？有吗？没有，因为你就只在跳出来说疫苗不够，给我疫苗。然后呢，落选的前立委还是跟人家明明就不在造册里面，跑去偷打。那以这样子来说的话，这到底是在监督还是在添乱？中央有没有要改善？有。我认为蔡总统跟苏院长有一个地方要强力改善，他们呢在这一波疫情里面呢都没有出来做政治领导，没有出来针对人民的信心危机去做解决。以蔡总统来讲，他前几天发表那个谈话，我有看，看完之后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很多人不买单，一定不会买单，结论也是这样。为什么？他除了宣誓他把他的手臂留给国产疫苗之外，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其他的关于大家比如说经济上面的纾困？政府会怎么支持到每一个小老百姓？还有包括说，今天大家一定期盼疫苗，疫苗最重要的是要到货，到货之后能打得到。关于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派一个唐凤出来啊，写一个程式，人民就会买单。人民要的是国家元首，你很清楚的出来回应这些外面给你的质疑之后，你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台湾人真的一起度过了很多难关，这一关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一定也可以通过。然后你要邀集朝野政党的领袖，邀集意见很多的侯友宜跟柯文哲，以总统的高度叫他们来谈一谈。最好是以后记者会大家一起开，不要隔空骂来骂去，不要去讲那种什么，哎呀，股票跌停，总统来出来讲话，这种没有格局化，在防疫期间就不应该乱讲嘛。你没有证据，然后呢，你就在那边散播这样子民心惶惶的谣言，这要干什么？所以以总统来说，他本来就有他这样子要去协调各个县市、各个不同政党这个高度，这是他的权利。他有没有做？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有做。我当然也鼓励他做。
那反过头来，所有的地方首长、所有的县市议员，包括我自己，对我自己要求就是，来到我面前的问题，只要是我可以处理，我一定尽力帮你处理嘛。那我不要去多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让大家对指挥中心丧失信心，又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防疫视同作战，作战的时候，如果人民都不相信司令部，那这个战我们未战先败，一定输。但是司令部里面最高的蔡总统，你该做的这种国家元首的高度，你已经不是事务官了。你也不是部长级的政务官了。国家元首的高度，团结全国各个政党，把这些主要的政坛上面有影响力的人找来，然后呢，结束大家互相放话，结束大家互相政治提款的这种闹剧。我们呢才能够有机会重建国民的信心，重建国民的信心才是我们抗疫成功的最重要一个关键。好，不过讲到有心人呢，意大利媒体还特别报道，没错。就是中国在阻挡台湾拿到的疫苗，你看连外国朋友都在替台湾抱不平啊，明宽。当蔡英文总统向全世界发了一份新闻稿说，之前我们要买疫苗，但是被中国阻挠，北京说，哎呀，根本没有这回事。最近意大利有一份报纸叫《真相报》，《真相报》我特别去查，因为我意大利文我看不懂，我有去查他的英文版哦。结果他出来他就说什么呢？北京阻挠。台湾买德国疫苗，所以本来台湾跟德国买疫苗有没有这件事？有，要不要撒印了？要撒印了。合约都已经双方互相做整个交换了，为什么后面没有签呢？重点是破局了，重点是破局。但今天德国政府驻台，他们的代表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他们说这件事情是破局了，但这件事情不关德国政府的事情。他们再度的声明，德国政府无法去控制他们的疫苗厂跟谁签约。所以重点就来了，德国政府处于什么态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跟德国之间有没有要采疫苗，有要买疫苗。对，那中间有没有交换合约，如同我们的总统所说的，如同我们的陈时中部长所说的，我们吃的苦难道还不够吗？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后面再跟各位说一次，大家要有耐心。大家要有耐心。我们目前跟国外外国的疫苗有2000万剂，这一波的疫苗就跟晶片一样。对，全世界现在都在抢晶片，也在抢疫苗。但是我们有额度，有额度。他们如果有办法做出来，一定会快速的给我们。但是他如果做不出来，你急也没有用。所以疫苗这个地方还要等。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我们发现台积电的速度真的是快啊！对，不是讲说才要在美国厂要投资而已吗？现在今天才6月2号哦，魏哲嘉今天已经说了，台积电的5奈米厂在美国的已经动工了，已经动工了，对，3360亿正式动工。但是他除了讲这个之外，后面还有一则讯息，我说这则讯息比较重要。什么讯息？之前不是前两大客户吗？对，第一个最大的客户叫苹果，第二大的客户叫 AMD 嘛，他们都说什么呢？他们要投产。5奈米投产，3奈米投产，为什么呢？我只有把台积电爆，那么屌屌屌，我才办法拥有世界领先的地步嘛。对，我才办法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制程嘛。那他今天说什么呢？台积电今天再声明哦，他说他们的4奈米下半年要投产，3奈米明年会投产。然后呢，台积电再度的拍胸脯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们目前在全世界先进制程市占率超过90%，高阶制程领先的地位不会改变。对，即使你现在各国要再开厂，我认为短线也不会那么快。对，但是哦，最近有一则数字挺怪哦，全世界股市不是在涨吗？对，只有一个地方跌特别凶。好，什么地方跌特别凶？中国大陆。哦。中国跌，中国区很怪。中国的股民哦，看到我们台湾的股民在挨之前还说，你们还至少曾经涨过呢，我们是连动都没有动。但是中国股市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是啊，先说哦，中国的科技股，我们认为他们有很多在创新，在市场上，在现金流量真的非常棒。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叫做国进民退。那国进民退，如果企业国家一直在围殴，动不动就要罚钱，动不动就要跟你说你是独占，很辛苦啊。所以最近有一则数字，中国十大科技巨头哦，只有十大科技巨头哦，这十大科技巨头很多都是在全世界挂牌的哦，3个月居然蒸发台币22兆，哇，台币22兆，差2兆就是台湾的 GDP 嘞，哇，这吓死人嘞，真的吓死人，真的是吓死人，我看到这数字真的是吓死人嘞。但现在最麻烦的地方在哪边，你知道吗？在哪边？广东。广东为什么是广东呢？各位都可以知道，广东的重中之重叫广州。广州最近又封18个区。
又封十八个区，而且这次封十八个区，为什么那么紧张？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是印度病毒。印度病毒来了，这是最凶的，是印度病毒。现在有两个国家很麻烦，一个国家叫印度，因为印度的病毒传染率又快，比英国病毒还凶。对，一个是越南，因为越南这支病毒听说是印度加英国。哦，现在后面会怎么办也不晓得。对，但这次人家越南拿的疫苗拿得比我们快。越南目前拿的疫苗比我们快，但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边呢？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全球性的一个通膨。为什么全球性的通膨？你知道吗？订单已经在手上了，然后呢是过去的报价，可是你拿的原料、你拿的电、你用的成本，通通要往上涨，出货不出货都麻烦的、真的耶。为什么呢？硬出货好，订单收来了，可是东西往上涨了，我如果没有有效的把它做整个转换的话，我货出去我赔钱，赔钱啊。可是我不出订单，我要赔偿还是赔钱，也还是赔钱。所以现在第一个，中国区现在很多的厂商就进入了所谓的进退不得。对，那为什么进退不得呢？进退不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经营的非常非常好，但这一波全球性的一个通膨，很多原物料涨太快。对，但现在对全世界所有的银行家，他们现在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到底中国区的美元准备够还是不够？对，因为全世界所有的金融交易还是以美元为主。那这一波屋漏又逢连夜雨，雪上加霜在哪边？现在广通刚不是跟各位说小区在封吗？对，又疫情，很多区又缺电，所以又疫情又缺电，他们本来那些地方经济是欣欣向荣的，现在要怎么走不晓得，完全不知道。对，结果今天台湾也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大家突然间发现，哈，居然领先者不是台积电，不是大立光啊，那是谁？洪家军的洪准。洪准，今天全台湾所有的平均薪资出炉哦。我看到这数字，我自己也吓一跳。好，怎么说啊？为什么超出我的预期太多啊？过去的领先组好像这次都没有在前面，因为我们所知道的，通常，对，在整个薪资当中，越花脑力的，越花时间的，通常是 IC 设计夺冠啊。是，过去几年都是这样啊。对，结果今年红准杀了出来，红准平均薪资419.2万，冠军。第二名更让大家吓一跳。我也吓一跳啊！做纸的、欸，怎么会是做纸的呢？做纸的永丰余业415万，它是第二名、欸。第二名做纸的，那代表什么呢？代表台湾传产业目前一直在进步当中啊！ 我们台湾好多传产业，不管是台泥也好，台塑也好，永丰余也好，现在很多都已经开始走向了科技化了，这个很重要。台积电居然排才排到第18名呢、欸。啊，我们护国神山才排18名，但是各位台湾厉害了，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我后面要开始讲这个数字会让你吓一跳。台积电它虽然排18名，239万，对不对？可是它有6万人啊，你这样一来一回一算，我问各位哦，你说这个护国神山多重要？各位，它一年哦，你不要听错，你不要以为你听错了，它一年发出的薪水是台币1兆4000亿。光薪水就1兆4000亿，刚不是跟各位说吗？台湾的 GDP 就大概24兆哦， 人家台积电一家公司发了1兆4000亿的薪水出去，然后这些员工要买房、要买车、要吃、要喝，小朋友要教育，是不是把台湾的经济都带动起来？对，很重要、啊。所以各位不要看这数字排18，有6万人呐、但今天很多面板厂在担心了。我担心什么呢？过去面板哦，大概是台湾呐、韩国啦、日本遥遥领先、然后后来中国就补助嘛、京东方太厉害了、京东方真的是把盖面板厂跟盖面粉厂一样，一家一家补助一直盖、所以现在呢四强领先，全世界现在最多的市场边呢是京东方，是中国、但是呢最近两个国家说我们也要玩、哪两个？印度，请各位注意哦，印度将花200亿的美金，折合台币是5600亿哦、他说我们以后我们的电视自己看自己做，我们不进口了，不进口了。所以印度第一个，他要花5600亿的台币，他要盖电视厂，要盖面板厂，自己做了。Sony 最近哦，他们也很大手笔。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面板厂在谁手中吗？在谁手中？在郭台铭手中。在日本借工厂、日本的借工厂，那个借旁边有一个土哦，记得打字的时候要记得那个。日本的借工厂是完全的无人，10.5代的工厂。哇！然后呢？现在索尼说，我现在要平行输出、所以呢，他们要在马来西亚也要盖，哇，这厉害了！他也要盖无人厂，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马来西亚，往北走，往南走，它刚好在整个东协的枢纽当中，这一区前前后后往上往下走，8亿人呐、8亿人呐、所以Sony说他也要玩哦，所以。
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过去面板是独占哦，对，全世界所有人要看电视，你在欧洲、你在非洲、你在整个中东，你要看电视都要看这三个、四个国家。现在呢，他们说面板、电视我们也来了，所以未来的面板会是一场大混战。哇，不过哈，当然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疫情啦哈，因为昨天说呢已经稍微趋缓了，那今天是不是真的有稍微趋缓了？等一下我们请医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个数据啦哈。好，首先我们来看哈，三级警戒有没有可能再延长？不管它有没有可能再延长，大家还是要继续跟下去哦，不能够有任何一点的这个闪失哦。那今天疫情最新的是本土加校正回归呢，总共增加了549例哦，那死亡人数呢增加了12个人，那目前总共累计死亡人数呢大概是137人哦。而这个港大的这个教授这个考林呢，他从外面呢来观察台湾的疫情哦，他认为呢台湾这一次是完全容易受到变种病毒的影响。他更观察哦，虽然在台湾的是英国变种病毒，可是他认为在台湾的这个变种病毒的现在看起来传染力似乎更强了，症状似乎也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哦、而且呢因为呢这个每天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公布的数字起起伏伏哦，但是呢虽然平稳，可是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啊，所以到底什么时候看得见尽头？现在台湾人的防疫的弹性疲乏是不是危机已经开始出现了呢？因为我们看哦，指挥中心不是前两天才宣布 RT 值下降了吗？结果马上的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分析报告，天哪，人车已经开始变多了，民众呢一听到这个消息呢，冲大卖场补粮的补粮啦，台北桥上汽车瀑布哦，冲出来的冲出来啦哈、哦。那北市交通中心的主任也说啊，民众自主封城看起来两个礼拜好像真的已经疲乏了，放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又跑了出来哦，而且呢你不能怪民众冲出来呀，民众现在可能真的像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所说的哈，因为呢如果三级警戒还要再撑下去的话，恐怕呢民众会担心啊，饿死的比病死还多啊、哦、所以很多民众呢其实坦白说有不少人冲出来是为了生计啊哈。那这个疫情下的这个受害者今天还包括了哈，东华大学的教授施正峰呢，他就说他的儿子就因为疫情严峻而失业了，他说老板撑不下去，小孩子被资遣，你再控制不好再怎么封城都没有用啊，你只会导致更多的民怨啊哈。而且现在医院很多状况也都出来了，这几件案件哦，其实坦白讲第一个最让人生气而且真的很心疼哦，有一名确诊男子竟然情绪失控挥刀砍伤了三名医护哦，更可恶的是他的家属来的时候怎么说，哎、欸、你们这些医护啊怎么会让他带刀啊，你们都没有检查出来他有没有带刀吗，还怪医护哎、欸、然后医护的反应刚好相反，受伤了拜托不要告诉我的家人，你说多让人生气哦。另外呢也有这个确诊者出现，这个就不太能怪他，他出现了 ICU 的症候群的、这个确诊患者他脱光了衣物奔出了病房，他自己不知道哦。你看已经，其实这个对医护来讲，第一线的医护现在心理压力有多大，他必须要面临这样的状况。然后另外哦，还有确诊病患又是行为脱序，而且在台大医院哦，擅离病房也就算了，竟然去拉扯医护的防护装备，去把医护的这个口罩给人家要扯下来哦。所以问一下这个医生啊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医院里面哦，这些第一线医护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情绪真的很紧绷哎，因为我随时不知道这些确诊患者会出现什么这样的情况。那另外就是说，讲到弹性疲乏，你怎么看弹性疲乏这样的一个现象？今天总共增加了大概500多例，到底我们的疫情有没有稍微的趋缓？你怎么看？趋缓是有稍微的趋缓的，但是要达到说要把三级弄到二级去，我就觉得还要等一段时间的哈。啊，不过这个疫情呢，其实我觉得当然大家都很压力都很大，医务人员压力也很大，你看。他要照顾那些病人、啊、他自己的家人怎么办啊，他也怕传染给他的家人、啊、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回家了、嗯、他的小孩子也都被以前都被，其实现在更也是会有这种问题 啊,、哦、啊所以这个压力其实不是只有医务人员压力大，我想一般民众压力也真的很大、嗯、所以其实哦，柯文哲市长其实我对他是有又爱又恨啊爱的话是我们大概是同大概是反正学长学弟嘛哈，恨的是说他有时候真的是对我们那个基层医师实在是有够不太尊重了。你看那个为了疫苗，直接把我们那个降级，自己自创了一个优先次序，不照中央优先次序。啊，不过我同意他讲说，疫情是三级警戒，再撑三个月，20会比病人多。嗯，这个疫情说实在，大家真的很管，但是我觉得大家稍微我给大家一点鼓励一点啊。嗯。今天文化大学4个人确诊，嗯，那4个人有没有症状？
没有追踪。他为什么会被发现？他就是要搭飞机回出国啊，所以三天前的那个阴性检验证明才可以出国嘛，所以他验了才知道啊，所以搭飞机出国。所以我就说这个感染者其实80%以下的就是轻症跟无症状，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恐慌了。我不是说大家不要恐慌，是不要过度恐慌，尤其是年轻人，你还是要遵守你的那个防疫政策哦。嗯，不是说你这样就没事，年轻人也会死，最近死了一个36岁跟一个40岁的。对，所以年轻人也会死，但是比例比较低。你如果好好做防疫的控制，病毒量进到你体内的量会比较少哦，然后你康复的机会会比较大。嗯哼。年纪大了就要小心，你防疫一定要做得很好，嗯，要不然的话，你得这病的机会呢？现在你看，连那个疫情呢，也引起到什么精神症状都出来了。新冠肺炎病毒哦，不是只有影响到肺部哦，大家不要这样想，它其实全身很多器官都会影响，是哦，什么肾脏、肝脏、脑、血管、皮肤都有影响，哎。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身体多重性的一个疾病的，大家都想说啊，肺炎肺炎肺炎只有肺的问题，哪有那么简单。它其实全身很多器官都会影响，是哦，什么肾脏、肝脏、脑、血管、皮肤都有影响，哎，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身体多重性的一个疾病的，大家都想说啊，肺炎肺炎肺炎只有肺的问题，哪有那么简单？脑也有问题，你看有些人得到那个新冠肺炎以后，那个脑都失智的啦，什么的精神异常的啦，这个精神病是那几个哈，到底是只是因为关在里面是情绪的问题，还是因为疫情这个病毒也是侵犯到脑部，也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要只讲说啊什么 ICU 之后 ，ICU 之后在过去，当然你被人家就像你被人家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外面都不给你任何刺激，你会不会发疯？真的会啊，你会发疯啊，对不对？你什么事都不能自主，还要别人帮你动，别人抽血，要给你抽血，要给你打针，要给你做什么，插着鼻胃管要管这个管你灌进去，你看你还算不算一个人？嗯哼，所以当然有时候精神压力也会很大了哈。对，所以大家精神压力很大，但是哦，其实这个疫苗的接种，我一直认为对大家疫苗接种很有信心，就你知道疫苗的接种。现在适应症几乎只有大人在打，小孩子没有打，所以台湾来讲呢，其实不是2300万要打完，就是应该是不1700、1700、1700左右，这些人要打疫苗，所以这些人呢大概都是成年人，所以我们台湾投票是怎么投票的？你要到哪一个那个投票所去投票，你投票的地方就在，你不能跑到其他地方去投票，如果你有办法这样规划呢？划分责任区，这个地方这几个里到哪一家附近哪一个诊、啊、你就去那里打。对，那几个里到那个诊所去打、啊，当然有那些北漂、南漂、断漂的那些人，你就让他去上网去更改。哦，说我现在那个我虽然户籍在那里，但是我因为不在籍，我是不是可以改到我附近居住所的一个地方去？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可以克服啦。啊，台湾其实真的诊所医院很多了啊，我们。台湾的医疗业真的很认真，很认真在做事。早上也看，下午也看，晚上也看。看得这样哦，其实台湾是最开诊最勤劳的地方，看病最方便是排名第一的。所以现有的这个机制呢，你看我们过去流感疫苗是到哪里去打的？基层医疗院所占了80%，都是在基层医疗院所打的，不是在医院打的。现在很多疫苗还在医院打，医院还不够忙吗？应该把这个责任分摊给诊所去打，这个技术早就有了，而且这个流感疫苗就是这样在做，你就用流感的方式去做运作就好了，对，给他一个像品项码，新冠肺炎疫苗的品项码 key in 进去就好了，每一个人进来就是这样打疫苗，就有一个记录，这个记录会上传到健保署，健保署那边都有一个统计资料，就会知道打了多少人了，还有库存多少疫苗都可以，流感疫苗就是这样在运作了，每一个县市都是这样在运作，没有那么困难，对，划分责任去赶快去打，这样就好了。如果你不过我要再讲一次哦，过去 CDC 一直很苛责那些疫苗接种院所的这些差什么疫苗，假设我们现在差8个礼拜打第二针，对不对？你如果提早一天打，他还叫医疗院所赔钱，还叫人家写悔过书。我觉得这个思维要改变，要改变，不要去苛责。你这样再打，总是有一些人哦，可能不在籍，有些疫苗错，
不要去苛责人家，奖励人家都还来不及，还一直在苛责人家。嗯哼，所以我们过去真的是，我自己也在打疫苗，我知道。嗯，我们常常在赔啦，被罚啦什么，只是因为你这个时程稍微差一点点。对，甚至有两剂疫苗，隔一年要施打，只因为少了一天，叫你赔，还叫人家回来要重新施打。我说他神经病。嗯，我就不晓为什么。哦，真的是这样子哦。我们的这个是一板一眼的，公务人这一板一眼，从来没有说医，我觉得他们没有医学知识也就算了，可是他里面的人有很多专家，还是这样在执行。嗯，现在疫情当头，说真的要对啊，我觉得要互相就是要体谅人家，不要就搞这种，好像是把那个医学当数学的小数点差0.00001都不行的，嗯，这种事情应该改了啦。有一艘赫赫有名的鬼船呢，常年停在这个美国的长滩市哦。而由于呢，它里面是有非常多闹鬼的传闻，所以2008年还被这个评选为全世界最恐怖的地点之一。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它是在有这个吸血鬼故乡之称的罗马尼亚，有个地下城市。你知道它在多深的地方吗？以前我们常说第18层地狱，那不够看，37层楼深啊！没错，我们现在讲这一艘船，这艘船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鬼船，它是英国的玛丽皇后号。他目前就停在长滩市，但因为他1967年退役之后就在那个地方停在那个地方。那地方你现在的话，如果你去长滩市，你可以上去观光。那甚至他现在已经改装成饭店，所以如果你敢的话，你也可以去上面住。那这个已经变成是非常知名的一个鬼，这个鬼的行程，鬼屋行程，因为他曾经被票选是全世界最猛的第六猛的这个所谓鬼地方。好，那我们要讲为什么它会变成是一个鬼船。那我们必须讲，你观众朋友你要看要趁快，为什么？因为他这几年交给这个长滩市他们在保管，但是没想因为保养不善，因为我们要船长期停在这边，海底会渗嘛，会这个侵蚀它，所以它整个船体目前越来越不扎实。人家有人就说，搞不好过几年之后它就会真的就沉下去，或者没办法再停在那个地方。好，那为什么它变成是鬼船呢？第一个，它其实是在1936年下水起航的，它当时起航的时候也是非常轰动，英国非常，因为它一开始是佛游轮。豪华游轮有点类似铁达尼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游轮了，但是因为当时不是我们那后来不是爆发二战，对，因为1936年，后来1942、43年就爆发了二战。那二战之后，英国当时需要非常多船舰，那于是说他就说，那我们征用你这一艘这个游艇，我们把它改装成为所谓运输船舰。那因为它这个吨位数是相当大，所以它变成是当时英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输船舰。他在整个二战的期间，他曾经遇过80万个步兵啊，兵队啊，所以你知道其实它的运载量是非常大。那为什么会闹鬼呢？主要是因为194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他当时的这个在海上行驶的时候，突然撞上了一个护卫舰。那护卫舰的时候，导致呢，他这个船上的时候出现了200个人士兵死亡。那么冤魂在这个船上面，所以从此之后他就冤魂不断。那因为后来呢，他这个一直在这个开的时候，很多大家都非常非常害怕。那因为他1967年退役之后，美国长滩市就把它买过来，那变成是饭店。那盖成饭店之后，这个诡异事件越来越多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开始后来就网络上就有流传非常大量的照片。大家仔细看哦，这是他的这个房间的这个长廊哦，长廊你看就是很像饭店的长廊，对不对？对，你可以仔细看这里面我们圈起来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好像有人在那个地方，好明显哦。对，就是所以他网络上有非常大量的这个照片，甚至很多人就说住在那里面哦，有很多很诡异的事情哦。譬如说住在里面的时候，房间里面突然之间就会自己冲水。然后晚上就会听到有人在那边声，这边稀稀疏疏在那边讲话。但是有时候你睡在那边的时候，有人会拍你的脚。好恐怖！很多很多鬼故事就一直不断的流传。那不断流传之后，因为很多这个事情流传多，大家就会害怕。对。然后加上说他之前又有所谓的200个人死亡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就2008年的时候就被票选为全世界最猛的鬼地方的第六名。鬼地方。那因为这样选下去之后，你可以看这个照片里面，其实你可以仔细看，好像都有人的感觉嘛，对不对？对，因为你常常拍到这种照片，所以你就觉得他就变成是一个全世界最知名的一艘船。好，那最知名的一艘船的时候，于是呢，他们因为他这几年慢慢很多人都会去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他有一间房间是最恐怖的。这间房间叫做 B340号房。
那其实这个有意思哦，因为你去看这个整个这个玛丽皇后号的这个房间里面，有一间房间是没有编号的，它没有那个门牌，但大家都知道这是 B340， 因为 B340 这一间是最猛的，之前曾经发生这种男子住进去之后没多久就暴毙，很多人住进去之后就死于非命，所以这件事被人家认为说是最凶，凶中之凶啊，太可怕。那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通常呢越凶的东西，越凶的地方，大家越有兴趣，越想去住。所以这个公，这个长滩市的管理局，他说啊，那我们这样好了，我们把这个 B340 号房，我们把它重新整修一下，特别开放。对，那特别开放说，它住宿费不便宜哦，住宿费一天要300多美金，折合台币大概1万多块。一万块。对，那你知道，一开始开放的时候，2018年开放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它被尘封了30年，所以很多那种。这种追鬼的啦，或者说这种好事之徒，就非常有兴趣。对，就开放之后没多久，就马上很多人去就说：“我要住，我要住。”预约的这个房间还蛮踊跃的。好，那他开放，那你当然要有点耍一点这种所谓的特别的行销。他说：“很简单啊，我这个床里面呢、啊，他就把故意把那种过去曾经发生鬼故事的所有东西，他都把它放在那个房间里面。比如说鬼照片啊，发生有多少人死在这上面，全部都放在那上面。那不止这样哦，他就说。”它里面还有什么通灵呢？他说：“又为了要方便你晚上跟这些鬼魂沟通呢，你看他还放个水晶球，你可以晚上随时你要呼出谁就呼叫出谁，然后包括说塔罗牌在那上面，你要怎么去算牌都 OK。那它变成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他去年的时候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他被改成临时的这个医院，就变成是类似方舱医院这样的状况。”好，那么讲的是最猛的这个鬼船之后，我们讲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地底小镇。那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它是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这个萨利纳图尔达这个老矿坑这个地方。你看，其实这是我们整个从上面地下拍上去。你看，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建筑，不是，它就是地下的这个矿坑，有这么高。那它在什么地方？它其实呢，如果你要坐电梯下去，它有个电梯。那这个电梯来说，刚才右起讲到嘛，18层地狱它是37层，所以你从那么上去的话，要坐37层的这个电梯下来。那目前这个城镇呢，住约莫大概3000人左右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城镇里面来说，什么东西应有尽有、哦，包括说你看这个里面还有摩天轮哦，那甚至还有这个他们一般人工作的地方，甚至休闲的地方，桌球场啦、很多厂房都有。那其实它从外面就是这样，这是它外面。它好像一个小城市哦。对，它外面其实它就在山里面，然后它就是一个小的这个入口。那所以你要进去的时候，都从这个入口下去，坐37层的这个电梯下到这里面。那这下面来说，其实是四通八达。它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完善的这个设施。那为什么会做这么完？你看还有摩天轮嘛，还有摩天轮啊，篮球场，各式各样的这个状况。那住在里面来说，你不用担心，它里面有 WiFi， 各式各样的东西，吃的、喝的、用的、地下37层全部都有。那包括说他们还有这个，你要去那个地方，还有盐湖啦、还有这个所谓小岛，你可以去那边观光。所以它其实是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观光的这个景点。你可以看到它其实类似就是一个地下城镇这样子。真的耶。那很多人因为。这个地方你要说住在这个地方会不会不好啊？会不会很通风不良或者？对啊，其实不会，住在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大，它可能跟外面还是有一些通风的这个地方。它常年的温度大概都10几度左右。那因为可能是因为它是矿坑，它过去它是挖什么矿？挖盐坑，盐矿。那盐矿的话，可能它空气里面有特殊的成分，所以听说呢，如果你有气喘那种所谓心肺毛病的，到那边去，就会变得比较好。真的假的？会治病哦？对，因为它里面的空气可能比较干净，或是里面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矿物质，所以你去那边的话，身体反而变得比较好。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事实上，这个是矿，这个矿坑，我就讲它是挖盐、挖盐矿的，所以你仔细看哦。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上这个所有墙壁里面，它还会有用亮亮的这个结晶，就是盐矿的这个结晶。所以如果你真的把里面，假设里面的灯都把它关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里面还有一闪一闪的这个小盐矿在这里面。好像点点星光。现在都还是可以再开采，只是说他们因为现在都住人在里面，所以他们没有开采。好，那这个其实呢，这个矿坑呢，其实它在1000多年前就存在，就是1000多年前就有人在这个地方开始挖这个矿，所以它越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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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深，越挖越深。
那我们讲它是1075年开始开挖，然后后来到了1936年之后就停止挖矿，所以它整个空间就变得非常非常大。对，那非常大之后呢，大家想说那这个到底能做什么？因为大概1932年开始，后来在二战期间就开始发生了这个所谓军队这个战争嘛，所以就有人开始往里面住。那里面住的时候，有人发现说，住在里面其实非常好啊。因为我刚才讲，你刚说什么心脏不好，可能都会好转，空气好啦，然后这个里面来说空间又大，所以就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住进去。那当地政府也说，这也是一个可以这个把它这个当成观光的地方，所以就后来越来越多人住进去，就3700多个人住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对当地人来讲的话，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当地如果你真的没有电的时候，他们就很惨，所以他们其实当地人就觉得，生活在这边其实不错啊，跟在上面的时候其实差不多。但他们最怕就是没有电，因为一旦没有电的话，灯也没有 ，WiFi 也没有，电梯也没有，跟外界全部都是完全就中断了这个联系。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小镇。我也是很希望说。未来如果假设是真的这个解封的时候，对疫情过去了，我们也可以去这个地方过过这个小镇，特别是对呼吸道有毛病了，搞不好住一个晚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身体好很多。不过哈，讲到这个打疫苗哈，现在打疫苗打出一种新文化，还有疫苗网红文化，这怎么回事啊？好的，我想哈，这个台湾接下来我们就诚如刚才地营委员讲了嘛，我们进入大规模施打的阶段，那我们也会在相对会有一些宣传呐，政府可能就会有这个政府官员率先带头施打或者是请一些网红啊什么来做施打，这个宣传的手法大家都这个可以预期啦哈，接下来就是为了要鼓励更多人出来施打。好，那当然我们的确是比较慢的，因为我们疫苗比较少啊，在一些已经打了疫苗的国家，正要如何打疫苗，它也是一个算是政治学啦，就打疫苗政治学，对，谁先打，怎么打，怎么展示自我就很重要啦，怎么做一场秀，展示自我，对，那我们就来看各国政要怎么秀。嗨哟，首先这位是法国的卫生部长，卫生部长嘛，当然要带头施打那大家也知道男生的这个衬衫的袖子如果你肌肉稍微大一点的卷起来不方便了所以他就直接脱掉半身然后就把半身脱掉但他稍微还是有点害羞啦所以还是有稍微遮一下都脱下来了不露点稍微拉一点就不露点好那当然了这个卫生部长都打了嘛在一般百姓才会有信心去打就是其实国外也有这种反疫苗的状况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官员不带头打我才不敢哦才不敢打然后他就带头打了对好再来呢希腊的总理希腊的总理也打了那他一样也是穿那个长袖衬衫嘛他就直接解一半了也不担心露不露点啦打疫苗需要这样脱嘛是吧就是男生呢因为他那个袖子卷起来不方便就只好这样把它脱下来这个因为他打的是比较上臂比较高的地方。那再来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位是喜剧演员出身的啦，就很放得开了，直接上衣直接全脱了，这个就不用再什么遮不遮点啦就是我就直接示范，然后大家希望一起来打。好，那同样的呢，还有英国的国会议员莫瑟他也是上衣就脱了，脱了就直接打。就大家就不要有再有那么多的矜持什么的好，那当然我们国内呢，之前呢有可以施打的时候林昶佐委员他也去打了，因为他有在练身材嘛在办公室也在拼命做动静的引起轰动对啊，那这个不只是有身材，也有刺青是立法院的不合群分子非常的瞎趴的分子了这个就是刻意练了一些让人家会产生敌意的东西那重点在于这个都很正常，一般政治人物的施打那当然也有很多网红就说那我们也要去施打了。那当然像在中国他们也有很多的网红在这个利用施打的时候就拍几张照片上传说我有施打了不料这个不知道 NCC 会不会有意见的图片就出现了就是出现有一些女网红一样也是脱掉一半的衣服在那边施打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那他打下去他刚拍上来上传是很没有问题的一定非常多人点阅大家都知道他施打可是一旦有人开始创造这种稍微微肉相间的风气就有人是采取大肉就您不是微肉相间好，这就引起人家的争议了。什么样的争议你明明穿短袖，你把你的袖子拉起来就好了，干嘛要脱衣服呢？这很明显是故意的嘛那是对，那这个当然我们就是奉劝不要去做这种无聊的秀了这中国是他们已经失控了。还有人说其实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是模仿谁呢关公刮骨疗伤的姿势就是这个样子直接脱半边衣服，大家从小在画中都有看到关公是这一道
好，那当然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是陈儒讲的，就是接下来就会进入施打疫情非常普遍施打的这个疫苗的阶段。那我们的希望哈，就是大家能够不吝参与啦，就是时间上能够配合，而且你也是前面的九大类的，只要政府安排到你，你就尽快下，不要再挑了啊，因为不只是你个人的问题啦，也是前我们要建立一个保护网嘛，哈，要一个群体免疫的。好，但是除此之外啊，还是有一些事情啊，其实这个社会世界是很纷乱的嘛，我们来看看北韩。首先是北韩这个金胖胖啊，他最近新下了一个命令，什么样的命令呢？就是中国来的鸽子，中国来的鸟，他讲中国来的鸟其实就是鸽子啊，他认为鸽子可能会传播 COVID-19， 所以他下令就是看到鸽子要格杀勿论，尤其中国来的鸽子，尤其中国来的鸽子，可是这 有点不太好分辨啦，因为鸽子本来就会飞来飞去嘛，啊，除非你北韩已经把鸽子全吃掉了，不然怎么判断那是从中国来的鸽子呢？真是鸽子和菇啊。候鸟或是鸟类的确可能传染禽流感的病毒，这是有可能的，那不知道是不是金正恩有点混淆了这两者啦。同一时间，北韩也传出就是有疑似有这种养猫的哈，就是一样也是金正恩怀疑就是养猫会传染那个这新冠病毒，所以也是大力的去抓猫啊，甚至还不惜枪毙人呢。好，那另外一点啊，这个虽然跟肺炎疫情比较没关，但是我们来补充一下这个资讯，就是啊。最近有一群象群，他从云南的西双版纳，往北前进啊，一路走到非常接近昆明的位置了。它是一个象的家族啊，那西双版纳它是非常接近泰缅边境的啊，它是原来就是一个保护区嘛，所以原来有非常多的大象。好，那这些大象原本都在西双版纳生活的好好的，所以才会成为一个象的家族，有14头。好，那。他们突然开始往北，往昆明这种都市地带前进，这就有点奇怪，因为这跟野生动物的个性不合。他们甚至还渡过了红河，红河是一条非常宽的河，它流到越南，就经过河内啊，变成他们的主要河流嘛。他们渡过河之后，那当然中国的政府是一路的想办法引导他们，不要让他们接近这个所谓的村落啦。对，所以还跟村落的村民可能。会有大象经过的这些村落，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在外面晒吃的了，晒那些吃的，晒什么玉米什么的，大象也许会特别的这个跑到你家去做骚扰啊。那政府就透过一些，比如说甘蔗什么的，想办法把它引诱到这个比较没有人烟的地方。好，那当然大多数人认为就是，哎，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保育的很成功，所以大象数量多了，原来西双版纳住不下，所以他们去寻找新的地方来住。对，不过现在也传出啊，有一种可能性在，就是中国也有专家认为，这可能跟地磁改变有一些关系。哦，因为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需要透过某些磁力的导引啊，才会朝某个特定方向，或者是采取某些季节性移动。那他们会走到过往不会去的地方，甚至是能会对他们带来很大威胁，也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显然是有一些超乎自然的事情发生着。那这是中共他们那边的现在的状况了。不过这些象群他们已经成功的利用无人机啦，可能无人机掉个甘蔗哈，看嘛能不能把象群往那个比较深山的地方骗，因为毕竟云林还有蛮多算是穷乡僻野的啦哈。好。但是像这类型的这些状况哈，他们会从中国传出来。虽然一开始大家是传为趣谈，不过我们要去注意了。随着这种我们不能讲单一灾难，我们现在的灾难都是复合灾难。对，像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终于解决下雨，稍微解决一下水患，但是大家也知道嘛，水一不够啊，那大家可能就会有很多连带的很多工业的没办法做啦，甚至也会产生什么缺电什么的问题，因为你不下雨，气温就高，大家都吹冷气，冷气吹下去，即使大家都在窝在家里没上班，还是一样会有那个缺电的问题嘛。所以其实这种问题，其实我们现在